我这人仗义的，跟你没关系就是。你们停一点吧。这和我的毕业设计一模一样，但是什么？ 说嘛，但这不是我做的，这不是你做谁做的？你这孩子的，哎，好吧，好吧，是我，是我偷拿了他的设计图，偷做了汉卡，偷拿出去卖的，他就是一书呆子，他什么都不知道。看什么看？ 肖壮虽然不是什么大人物，但至少也敢做敢当。我不会让无辜的人给我背黑锅吧？小裴啊，你到底跟这件事情有没有牵连呢？师兄，对不起。所长，是这样啊，这个裴庆华呀。 是以第一名的成绩从燕大计算机系毕业的，而且到咱们所里一年多时间了，这个各方面都很优秀，从来就没有出过格，所以这个事儿啊，应该组长，你看，从裴庆华能找到，这是我一年的工资啊。 不是说被工商罚没了吗？啊，这他在没有被工商局罚，这个是我在他桌子里的，跟他一点关系没有啊，是我这个完全可以保证，真的是我的，他不知道。人赃并获，怎么还在狡辩呢？真的是我这跟他没关系啊，所长。政治学习啊，每天的政治学习都学得狗肚子里去了吗？所长，你不要再说了。 这件事情的性质是非常严重的，必须要严肃处理。明天你把这个送给工商。所长，不是，所长，我再跟你说一次。所长，你听我解释，真的是我，不是，所长，哎，不是，所长，你听我解，跟他没关系。住手！你跟所长讲，回去。真的是我，不是他。所长。 我是不是和你说过，不让你卖？哎，放心吧，师弟，这事儿啊，说的明白。哎，你是知道我小厂的，我这人仗义的，跟你没关系就是。 仗义，你有什么资格和我说仗义？